网易娱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Super Junior M。大家好，我是 Henry。啊，我们知道大家都等我们好久，可是我们终于回来了。大家好，我是 Super Junior M 的 Inho， 我爱你们。亲爱的白宝贝吗？什么？东海，我是东海，见到你们很高兴。大家好，我是立旭，为了一直在等待我们的歌迷，我们继续会，我们会继续努力，好好唱下去。네안녕하세요성민입니다저희가이번에타이완메이로이제노래를부르지만요저희8명과그리고팬여러분들께서같이함께할때가가장우리모두가타이완메이라고생각을합니다많이응원해주세요网易娱乐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圭贤一直支持 Super Junior M 这新专辑太完美多多支持谢谢那大家好，我是 Super Junior M 的中国成员周密。这次很开心能带着我们的新专辑《太完美》跟网易娱乐的朋友们见面。那这次就是跟 JM 就是回归华语市场，对我们的歌迷说些什么呢？那这是我们真的是 Super Junior M 等待了一年半，也是让歌迷等待了一年半，发出了最新专辑叫做《太完美》。怎么说呢，是个重新的开始，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真的很努力的在做这张专辑，做我们喜欢的音乐，不管是在这次的造型上啊，还是在音乐上，还是在编舞上，我们都是尽最大的努力做到最好，也是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太完美这张专辑。这次就是队员在人员上也有所调整嘛，那个你跟大家介绍一下新的成员吗？저희이번 슈퍼주니어 M 타이완메이에새로영입된멤버들이두분이계십니다성민씨와은혁씨인데 네또각각 슈퍼주니어 M 에굉장한도움을가져다주실분들이라고생각하고먼저각자자기大家好我是向明我想敬一下你们예안녕하세요슈퍼주니어 M 에새로합류한은혁입니다我是인혁刚刚盛明和允赫在录制中文专辑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发音就是上的困难的？사실녹음할때좀걱정을많이했어요중국어를아직잘하지못하는편이라서걱정을많이하고혼자연습을많이했었는데다행스럽게도또조미씨가계속녹음할때마다옆에서같이저녹음끝날때까지기다려주면서그발음도고쳐주고여러가지를많이선생님처럼많이도와줬었어요그리고성민씨와다르게저는굉장히완벽했습니다일단제가언어쪽에좀재능이있어서중국어또한굉장히수월하게녹음할수있었고요조미씨도인정한것같았어요 예조민씨가사실이발음을봐주는데굉장히빨리빨리넘어갔다고요이게뭐잘해서넘어간건지포기를한건지모르겠지만원래잘했어요그쵸예저에게항상이렇게말해주었습니다그래서자신있게정말재밌게수월하게중국어녹음할수있었습니다한국에있는활동을포기했다기보다는요일단중화권에서슈퍼주니어 M 으로이 M 이라는유닛이만들어질때부터사실굉장히저도많이하고싶었는데그여건이따라주질않아서그동안해오질못하다가이번에합류하게됐습니다사실그런책에서그런말을봤거든요손에있는걸내려놔야다른걸무언가를잡을수있다고그런얘기를이제책에서봐서네이번슈퍼주니어 M 활동을통해서정말어떤무언가를손에쥐고갈수있도록더열심히최선을다하도록하겠습니다就是在新专辑当中也看到大家全新的一个造型嘛有那个皮草
考的这部分，就是不知道是那个是成员自己的创意吗，还是怎么样？其实大部分造型都是造型师给我们准备好的，但是在就是准备拍摄专辑之前呢，我们有自己就是有开会，然后有跟造型师商量说每个人想要做出什么样的造型效果，那也是希望能够表现出最完美最特别最不同的一个最新的形象给大家。那因为之前 Super Junior M 在一级和二级的时候走都是比较阳光啊比较帅气的路线，那这次也是走一点比较神秘，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个太完美专辑当作是一个重新出发的一个起点，所以也是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个不同的感觉，所以喜欢吗？喜欢吗？比较 OK 吗？嗯、OK 好，比较喜欢哈，比较喜欢。那这次，然后是因为这次那个新的迷你专辑当中有周杰伦跟方文山来打造新歌嘛，那能说一说跟他们的合作吗？对对对，方文山这次。我们专辑里面，周杰伦写了一首歌，一论幸福微甜，幸福微甜，然后也是很开心，请到这么优秀的音乐人，然后给我们写歌，因为周杰伦是 Harry 特别喜欢的一个歌手，所以这次，所以其实这次不光是 Harry 特别开心，是我们所有八位成员，因为今天史源没有来到嘛，八位成员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然后歌曲非常好听，然后发音也非常的难，但是成员们都非常努力的把这个发音发到很好。因为这张专辑《太完美》，我们一共收录了六首歌。那之前大家对 Super Junior M 的印象就是走这个舞曲风格，那这次我们主打歌一样是舞曲风格，但是比较特别的是，除了《太完美》以外，就是我们加了很多抒情歌曲。就在这张专辑里面，其他大部分是抒情歌曲，然后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把目光就是多多锁定我们在唱歌实力方面的一些能力。对，어떤느낌？그리고일단곡에대한느낌도굉장히저희가멜로디나원래주건씨노래를좋아했기때문에너무나좋았지만일단저희슈퍼주니어와주건씨는예전에슈퍼낭슈어더밈이라는영화로서도무대인사를같이다녔었던또과거에또경험이또있었기때문에추억이있었기때문에이번주관식께서곡을주신거에대해서또새로운새로운추억인가요이것도네새로운 네네네저희새로운미니앨범에주걸륜씨가또이렇게좋은곡을주셨는데뭐나중에기회가된다면만나서또얘기도하면서밥도먹고그랬으면좋겠고요우선곡좋은곡을주신주걸륜씨께너무감사드립니다我觉得조만간장호임과함께노래를제가하고싶습니다같이이치이치솔직히말하면혼자하고싶습니다네아직까지그같이할계획은없지만요구체적인계획은없지만정말중화권에서유명한그유명하고훌륭하신분들이굉장히많기때문에기회가된다면은언제든지슈퍼주니어와같이저는하고싶다고생각이듭니다这次专辑有我的一个 solo 歌就叫表白英文名叫 Off My Mind, Off My Mind 然后这首歌呢是我跟我几个美国朋友在 Berkeley 大学认识一些音乐朋友一起写的一首歌这次歌词也是我写的其实我的中文水平还是很不好可是就是为了大家所以我就很努力的就写了这首歌给歌词和歌给大家所以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喜欢这首歌 Yeah 其实这个歌词是讲就是意思就是在如果你看那首歌词你就是像在讲话跟那个女孩一直讲话那种感觉所以就是
比如说那个第一个那个 verse 就是说 Girl 我一看到你 I go crazy 我只想要你做我的 baby 就像讲话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这样感觉 Goodbye 其实我就有一个梦想，就是说，梦想，对，梦想的城堡，啊哈哈，对，有一个希望，就是说每一张 Super Junior M 的专辑里面，我都能参与到这个创作的部分。那第一张专辑 You 有写3首歌词，那第二张 Super Girl 也是2首，到后来给安七炫前辈写歌词，到现在的太完美。嗯，我尽量想尝试不同。 感觉的歌词，比如说慢歌、快歌，还是俏皮的、可爱的。那现在也是不光是就是有尝试作词的部分，我自己最近也有尝试这个作曲的部分。但是，希望把能够创作出更多比较好的音乐，以后也有机会给大家听。这样。那就是这次团队当中一些中文嘛，也最近在帮助他们。那就是能说一下吗？就比如说谁是最。 最乖巧的学生，其实都特别乖巧，就是你如果告诉他们发音哪里不对，哪里不对，都会改。还有一个是最什么最什么的学生，最调皮的学生，这就是他。我吗？最调皮的，因为就是发音太好了，就是发音真的不用我操心，所以就是有时候我要是就比如说啊，圭贤这个有点不太好发音，他就会跟我开玩笑，不是那是你的发音不好，就是那是哥哥你的发音不好，对。但其实这张大家都发音，我觉得比之前的第一张和第二张进步是非常非常的大。但除了这些之外，其实，银赫和盛敏哥，因为这次是新加入的两名成员，其实他们俩在录音的时候对。 就是发音特别的担心，就怕自己的发音赶不上其他的成员。但事实上，他们发音非常的好，所以我对他们纠正发音的时候也非常的满意。嗯，네 아직은 미숙하지만 뭐 재능이 있다고 생각을 하고요. 일단 그 선생님이 너무 훌륭하니까 앞으로 중국에서 활동이 기대가 됩니다. 就是制作这次专辑的时候，还有什么比较好玩的事情或者比较难忘的事情？ 저희 슈퍼주니어 M의 가장 큰 약간 힘든 점은 뮤직비디오 촬영을 할 때 저희가 중국어로도 촬영을 하지만 또 한국어로도 촬영을 하기 때문에 보통 뮤직비디오 촬영의 두 배라는 시간이 걸립니다. 그래서 두 편을 찍고 예, 그래서 거의 뮤직비디오 촬영을 할 때 보통 이틀 원래 3일. 2, 3일 정도 걸려서 약간 멤버들이 그런 점에서 약간 힘들어하긴 했습니다. 我觉得，제 생각에는 여기 없는 그 시원 씨가 가장 또 완벽하고 멋진 매력을 가지고 있는 멤버라고 생각합니다. 없는 사람 얘기해요. 우리는 하나입니다. 우리는 다 같이 있을 때 가장 완벽할 수 있는 그룹입니다. 사실 그 이제 M 활동을 다시 한다고 해서 가장 요즘 핫한 뭐 노래가 뭐가 있나 어떤 영상이 있나 하고 좀 찾아봤는데 그런 영상을 봤어요. 그래서 조미 형과 함께 봤는데 마침 또 쇼 프로그램에서 그걸 시키셔서 그 당시에는 정말 많이들 기대하는 눈으로 저한테 보고 계셨기 때문에 제가 어쩔 수 없이 하긴 했지만 더 연습을 하고 보여드리도록 하겠습니다.